算计吗？不站队难的道路，不住谢曼宁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献一棵树，栽在清水旁，按时后结果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皮被风吹散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